放错洞，放错洞，放错洞，好。被狗咬，被狗咬 ，OK， 被狗咬，好不错。还有呢？跌入悬崖，跌入悬崖，跌入悬崖，哇，跌入悬崖啊！那我就演那个被狗咬好了。你以为我会讲什么吗？啊，被狗咬哦，所以这个故事是被狗咬哦，被狗咬。OK， 那我们这样计时两分钟，第一个抽纸条就开始。OK， 那其他还没有上场的演员，哦，就先待在两旁，待在两旁，随时找机会上场。OK， 那第一个上台抽纸条的 ，OK， 就开始演。OK， 那现在请所有演员请到两旁，请到两旁。就要抽纸条的人就上去抽，就是我们这个剧的第一句话。OK， 来，两分钟时间开始。被狗咬的什么？自然就是美。怎么又是这个？在这个整形诊所哦，哎呦，来这边整形哦，就是自然就会美啦。哦，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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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我这样子整形还有救吗？脸被狗咬了。你确定了处方？你这怎么处方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没安全，请摸我就会好吗？我没有练过神功哦，你怎么感觉到气吗？你要真的要相信这个医生啊！我三个月前来这里整形啊，然后整形之后，总去每个人都跟我讲，哦，现场见证吗？宝贝，今晚你那边好棒棒。摸到其他部位都会很痛，对啊，就是他被咬到胸部，然后我就一只狗咬我，就生气了。那那个我的妹妹还有点问题哎，妹妹来，妹妹来，你也被狗咬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上次是你那个医生吗？妹妹，你认识他？你上次还给他看过？半年前找过他，现在一边呆。哦，就是你啊！哦，难道就是上次跟你说那句话那个医生？他上次跟你说，他上次跟你说，哇靠，为什么现在才做？下半期的主播，哦，什么？其实我不介意，太小了。不要把我妹妹了，就这样把我妹妹了。你也要有点诚意吧？我是有口碑的。你问一下我妹妹意见好不好？妹妹，你讲点话，讲点话。哎，我好棒棒啊！要把妹妹，我不要来找医生，我想要告诉你，你说这是诈欺，对得起你的 DNA 吗？啊！掌声鼓励！听得到，听得到啊！这条谁写的？来，打扰了，来，先。